星高峰，今夜执教，郭德纲拜师学艺。我多少年不踢了，你算算。嗯，自打那回世界杯，我就没踢。其实足球不一定就非得用脚，你知道吗？还有一头球，来适合这个，你知道吗？来，郭德纲顶一个啊！好，来。不用打，我们站不住。高峰遭遇不公正，负气愤然退役。既然你是足协的，那我说这我惹不起你了。我说从今后，我说我不踢了，行吗？我是因为你我退役了，中国足球现在没上去。今天的高峰最大的遗憾是什么？没参加过世界杯呢，还是有遗憾。对，我也没参加世界杯。对。不，咱们只要看过就行了。行了，累了吧？累了就该我了。欢迎收看天津卫视《今夜有戏》，我是郭德纲，欢迎你们！谢谢你们替我省了好几分钟的时间啊！这天津卫视得找我。得按这点儿扣钱啊，要都这么做这节目就好干了。从开播以来啊，节目是越来越好啊，当然是离不开大家的帮助。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呢，就是我这人心宽啊，人别人做主持啊，人都特别的职工之令这么正经啊，研究啊，找材料什么的，我倒没做到这一点。不过呢，我这人就是爱交朋友，一块聊天啊，三五知己坐在一块呢，我跟人也说过，别弄得这么紧张啊，坐在一块放松，跟在家里边是一样的。所以咱们这个节目就是轻松快乐。除了做节目呢，说相声这两样是我的主业，剩下的功夫呢，我这人其实挺喜欢静，看个书啊，写个字啊，这是我爱干的事儿。从小以来呢，我有一个小缺陷，就是对体育差着。我小的时候在这方面受过打击。啊，因为这个小的时候也爱跟孩子一块玩跑步去啊，百米赛跑，我一天能跑仨来回啊。后来我说我喜欢那个扔那标枪，就是那个咵一扔，这多痛快这个啊！我爸爸送我上那个体校，说你试试看行不行吧？人教练挺客气，教给我这要领啊，怎么拿着，怎么跑，怎么用啊，咵一下子，我爸爸说走吧，啊，赶紧喊人。救救这教练吧啊！给人钉在地上了啊！后来我说练练那个扔那大铅球，我说这我也喜欢，这多好，咵就出去了，挺远的，挺远。但是老师说你这不成功啊，人出去不算啊。完事说不行，就练练游泳吧。我说这我也喜欢，啊，先在水里边练。日后要是有机会上海边练去，我会特别高兴的。先在游泳池那儿练，我看他们都在水里边泡着，我说这不行，我说我也没带着香皂，没带着洗头水什么的。另外我也干的就是坐池子边上跟那儿把脚搁在里边，人大伙说这不行，那洗脚不行啊，又失败了。最后我选择了足球，啊，教练说有两样东西妨碍你的发展，你的左脚跟右脚啊。我想我就干不了这个了，就啊，自打那儿起我就。发着狠，咬着牙，我就再也不接触体育了，尤其是足球，人家说我一无是处，所以这么长时间来我也没踢过球，我也很少看球，但是我爱跟踢球的交朋友。今天来了一好朋友，掌声欢迎高峰。郭老师，您好，您好。
足球运动员高峰是中国国家队历史上最有特点的前锋之一，奔跑速度奇快，突破能力超强，头脑冷静睿智，加之他坦诚率真的性格，即便在退役之后仍然受到广大球迷的喜爱。特意给你准备小礼物，你看了吗？这个我都舍不得给你啊，但是人家说了，这给你是最合适的啊。安国是河北省出药那个地儿啊，国安啊，这是应该是国安的，国安的啊，嗯，这挺棒。我今天我把这冠军的绿围脖啊，先给高峰老师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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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，那我就不客气了，我带着了，您带着，那我带了，嗯，嘿，你看，翠绿翠绿的，好看吧？你看，看样子我戴上还像是运动员哈，还像是官的呢。我戴上还像说相声的。来吧，咱们坐着聊，坐着聊。好，来来来，我们这儿有一个最大特点，就是特别的随意。嗯，不管是摆设呀，还是小玩意儿什么的，我觉得是这个哈。这是站着，你能告诉我这上面签名的是谁？这你都不知道吗？你看啊，侯耀文、于谦、石富宽，不都说相声签的？这个球。你看着特别亲切吧，反正是很圆的这种黑白花的，这是我们最早的足球。嗯嗯嗯，现在都是改成是阿迪的有带花的，啊，但是这是最早的足球的，看着应该说是天津产的，这个是吧？对对，或者是闹的，你给我撂下吧，这个，我留着呗，我留着。这其他的小玩意儿要喜欢都可以拿啊，这不要紧的。嗯嗯，来，珊珊，好，我给您介绍一下啊，这个他叫珊珊，我们这儿的。老师好。哎，你好，小助理啊，嗯，对，你看他穿着衣服你就知道了。我今天就是为了迎接您，特别打扮成这样，今年最流行的。这是足球最流行的吗？对，球衣配高跟鞋嘛，就今年比较流行。哦哦哦，那我看了以后，足球不用搞了。啊，因为他穿的是天津泰达的啊。不是，你现在是因为你看我戴的是北京国安的，嗯，你是天津泰达，那说明你是天津球迷是吧？啊，没有，其实就我觉得球迷嘛，就是没有分得那么清楚，大家只要是球迷就都关注中国足球就好。足球不分国界，也不分地区性。他这个穿一身蓝的，不必把他当成什么，他就是阿凡达，你知道吗？哈哈哈哈哈！坐上，坐上，好，来来来来来，行，这都能吃啊，这该吃吃，该喝喝啊，这都行。实际上我做这个节目，我就是为了骗吃骗喝，喝点水尝尝这茶叶怎么样？你放心，没事，这都能喝。是啊，我这个看样子像是铁观音似的。哎，对对对，铁观音，你尝尝。他喝完没事，我再喝。你看，郭德纲老师就是这么实在。刚才在后场的时候，高峰兄跟我说了，说爱听相声，是，这让我觉得特别的欣慰。嗯啊，但没看我们现场吧？现场还没有，现场没有。对，我一定要找时间。您这些，您不邀请我，我得请。对对，您得邀请我，我要去一趟现场，我一定得请。嗯，好多朋友，演艺圈的同行也都说，哎，您得请我们呢，给我们留票。我说行，我给完票，后来我看门口他们都倒票卖。我德云社有一个跟您同名的相声演员，也叫高峰。对，我知道，也叫高峰，而且他特别爱踢球。哦，我们自己还曾经组织过，就是这一大帮说相声的，他们出去踢球去，还有过这事儿。嗯，每次都挺惨的回来。我们这个的高峰啊，戴个眼镜儿，可好踢球了。每次踢球之前呢，把眼镜摘下来上场去踢，你琢磨哪儿好得了吗？我问过他，我说你摘了眼镜怎么踢？他说我凭着记忆踢。有一个小问题我想问一下您，嗯，就是效力不同的球队的时候，这个球迷的热情度是不是不一样？它肯定是不一样，因为足球是有一个地域性的很浓的一个项目。它是你像到前卫环岛的时候，它这个热情呢，因为是成都人嘛，四川人呢，他和场上喊的呢，我们有的其实听不清，但是你只要是比完赛你不能出来哦，上去直接就扒衣服，就是你所有的就是比赛服的套服的衣服，他就上去抢衣服。由此可见，在四川踢球，穿个铁裤衩是多么的重要。当然，有时有些个疯狂的球迷有一些个疯狂的举动，对，可以理解。这对，也对。有没有让人特别感动的球迷啊？也有。嗯，你说特别感动球迷那是哪的呢？对我来说应该就是北京的了。我是96年年底为北京拿了一个足协杯冠军之后，我当时转会要到重庆去。有
等于3万的球迷，你就是说要联名写一个写的签字，你知道，所以要挽留我。但是说的实话，这件事儿呢，是我后面才知道。哦，你知道，如果当时有人能通知我俱乐部领导或者谁说通知我说有这件事儿，那我肯定就不走。嗯，但是为这件事儿，说实话，对我来说的心里啊很不舒服，走了之后也是很不舒服。嗯，因为上万的球迷是听说是在什么长安街商场的。那联名说要挽留汪峰带队，那说实话对我的心里也是一个打击，那时候也是，真的是太感动。这事儿到今天还记在心里边。我一直在记着这事。哥，你看这事儿呢，我听着都很感动啊。嗯，我们感谢这些球迷啊。是。不过我们这儿有一小资料啊，就说国际上的大牌球星啊，他进球之后都会有标志性的动作啊。我给你学学，你猜的是谁啊？有一位是这样，一进球就这样啊。你看过那个小贩叫卖吗？哎，这样，有一位大爷，只要一进球就这样。哎呀，是这个，对，这很像卖菜的，香菜、辣青椒呀，像那个，想不起来，一下蒙住了。对，我一下扔。我们看看有没有图片吧。啊巴乔，巴乔，巴乔，啊！但是在我的印象当中，好多球员呢都有这个动作，都这样是吧？嗯嗯。为什么？我还记得我们国内也有一球员是这样。谁呀？苏茂贞。嗯，也这样。嗯，在北京队比赛，然后进完球之后，他也是对着观众也是这样。最后让人家杨和嘴还是这样，最后让我们那足协还给罚了，停赛了一场。就是踢球的时候严禁叫卖。还有一位，这手下来了，搁这儿了。那个，这那个，我想想啊，是那哪那个皇马的，应该是那个。队长劳尔，是吧？猜对了，他老是这个，对，因为他有一个戒指，是吧？对，这样，好，在这儿了，看看他照片，对，他亲一下他那个戒指，对，他那戒指里边有糖，他差晕了，主要是，还有一位赢了球这样的，是哪位？哎呦，这我还真想，这不知道了吧？这不知道，来，我们看看照片，哦，刘总。啊，但我觉得 C 罗进球也多，但是他的动作也多，来回换是吧？他这是成功了之后都是取经去了啊。是是是，还有一位是这样的，刚才这改这样了，是不是好多人都有这动作？是 C 哥吗？不是。啊？我们这有明白人。你能把足球和篮球混到一起已经相当不错了，这不含糊，他跟孔令辉是朋友。这不知道了吧？对的，这东北人有句话卡卡的。卡卡。来看一看，卡卡，哎，是吧，他这手势这干嘛呢？这是感谢上天。我以为跟观众打招呼，刚才谁卡我呢？说有时候现场的时候热闹极了，对，这个往这菜场里边扔糖葫芦的，扔包子的，还有说扔烤鸭的，扔甜面酱的，有一场比赛，这个繁荣了好些个小饭馆啊。万幸啊，没扔火锅就行了，这就烫着俩。嗯，这个有一个小资料跟我说，说曾经遇到不公平的对待而愤然退役，有。这个事情我很想知道这个事情说起我说来话长了，我很气愤也。我到现在也是很气愤。我们今天给您一个发泄的机会吧。你说说，我带你找他们去。因为我们每年都有一个体能测试，我们当时那测试叫悠悠测试。我想郭德纲老师啊，我先跟你讲什么叫悠悠测试。好，这个悠悠测试是丹麦马术。丹麦的马术呢，就是竞技，就是技术马术啊，很好的。你知道，它是直接的距离是多少呢？是25米。嗯，这个马呢，要从这边起步的时候，听到一个声音叫“嘚”一声，它这马的步幅一定不能大，不能小，要到了对面的线上。哦，你知道，因为这有一个它时间限制，到对面线上听到这个声音之后，它转头要回来。那我们中国呢，把这个给当做什么呢？我们给它当做一个运动员的体能好与坏，给当成这个。
因为我们的运动员要跑多少趟呢？应该要跑54趟，应该是，就是去回算一趟，就54趟。但是他前面是慢，因为后面呢是越来越快。我呢是我们当时测试的时候，前一天呢是上海队，我当时是代表天津，这上海队还差1米就往回跑，也同样是这个监督，他不吱声，没说过。因为你想我们都在场地上看嘛，等到我们这去的时候，等我测试的时候，他说你差了，说啊你没到，说我你没跑到，我说我已经跑到了，他说你还差这么远没到。边上所有的记者人家都有就知道在那看，人说高峰跑到了，他说不行下去补测，那就等于说我没有这个资格，今天联赛一开始这个联赛我是踢不了的。我必须要重新补测3轮或者5轮以后，我才能去补测，过了然后才能比赛，然后呢，因为这个，因为这件事呢，我当时也生气，人家脾气呢也是，后来我跟他说，我说既然你是足协的，我说这我惹不起你吧，我说从今后我说我不踢了行吗？这个，我得拦一下啊，这个足协的怎么就惹不起了呢？因为他说的算呀。那取鞋的我都打6个了吧。不是，您取鞋的，他您上台说相声的时候，他管不着你。这足球的我是给他打了，我上场比赛他真不让我上。你就上我们这儿来吧，咱们改说相声吧。对，这是当初很让人别扭的一件事情。对对对，因为一直到现在那张，我见过他，我见过他之后，后来我很严肃地跟他说过，我说因为你我退役了，中国足球现在没上去，谢谢你，各位老师，说得好，那就是他挺惭愧吧。没有，他现在已经躲起来了，已经躲起来了。那咱报警吧。这个在为国安服役的期间，好些个人都跟您是好朋友，队友啊，对对，都有谁啊？关系不错的，你说关系不错，你说曹云东，什么邓乐军、韩旭，什么谢峰，还有高洪波，我们这都不错，都挺好啊，对，都挺好。他们说韩旭开过一个店。啊，对对对，在工体，他开的可能就是啊，卖这个，对，卖关的，对，卖关的啊，跟他关系特别好啊。对，因为我比他只是稍微大一点儿啊，所以说我们基本是一个队，小时候是一个队的。有人说你们俩没事净喝酒来着，喝完酒闹事不闹事？他是如果喝大了，基本躺着睡啊，谁叫都叫不起来。我试过啊，真的。我们一起是啊，喝完了，他给喝大了，躺床。他老婆给打电话，电话放着，我接了电话，我说弟妹，我说叫不起来呀，你看人弟妹说了什么？没关系，你扇他就起来了。你试了吗？我试了，我这还不是像你这很轻的，你知道吗？我是有点重问的重量的，你知道吗？但是没用，还是起不来，你知道吗？真没扇起来。使劲的扇也没扇起来，但是我就没好，我怕没第二天留印的。背后说好朋友坏话，不是是真的吗？真是这同志他你也敢这么说啊？不是同志，现在你给他叫来，我也跟他这么说，他确实是这样，他自己也知道。掌声有请韩旭。好，韩旭来。哎呦，你这哥们儿，又说我什么了？我说你好话呢，夸你呢，正夸你呢，是吧？快坐，快坐，快坐，这也是。你来之前，他正说你呢。说你喝完酒一睡觉谁叫不醒，然后你太太说必须得扇一下，好像也没成功。有这事吗？来吧，说说吧。那天是我们咱们那次跟那个95御林军跟那个老国家队嘛，对，七国家队。对，那天是喝得太美了，您喝太美了，特别高兴。我见过好多喝多酒的人，因为说相声这行好喝酒。你喝完之后我差着，我原来小时候20来岁还喝一点酒，后来就不喝酒。他说这您喝多了真叫不醒啊？
偶尔偶尔。这挺奇怪的哈，咱们见过喝完了哭的，喝完了闹的，啊，喝完了客气的，这我都见过。我有一朋友喝完酒外饭店吃饭喝酒，他只要一喝多了，打桌子上把这牙签罐就拿起来了，就这豪泄，不管认不认识，挨桌给人鞠躬送牙签，你瞅了一下，剔个牙吧，剔个牙吧，真的。各式各样的我都见过，他这个得抽嘴巴，这我没见过，没见过。希望下次我有机会能试一下。他们说退役之后还做个生意是吗？哎呀，现老韩的店还开着了吧？现在开着呢，卖围巾这个，他说脱销了，去买就没有了，没了，没了，真没了。那说明生意很成功啊，很成功。峰哥呢？哎呀，很失败，失败。你看看，说来我们听听吧。哎呀，第一次做生意就属于是我赔了400多万，你知道。第一次做生意赔400多万，对，真的。你卖什么赔成这样？没有，当时呢，我们说是在沈阳，你知道，我们等于说是接了一个酒店，从外边接手，然后又重新装修，那就整个的费用才下来之后，开了不到一年，因为当时可能我们的也是没有这个经验。后来我一直在北京和是沈阳的朋友搞的这个酒店，他们都说是他们来管理，能了怎么去管理？你说你不在这儿，你知道？啊，我说行，太相信朋友了，那就把所有的问题都交给他去做了，那这是一个。另一个最后说，这酒店要是要黄了之后，那里边所有的点气什么的，这我说那你最起码的说你卖完之后，咱大家你分了还能说少损失一点吗？那到最后卖完我，到现在我那朋友我找不着了。他给卖了，那朋友我找不着了，所以说就这样，等于就是一分钱都没有，干赔了400多万，干赔了400多万，就一分钱都没回来。这个跟于谦有相似的地方，这个于谦老师不管做生意还是干嘛，这几回吃亏都吃亏朋友身上了。可能天生咱们也不是做生意的人。对，我也说我也做不了生意，实话实说。现在这个德云社是好几摊乱七八糟事，我太太打理，我弄不了这个。我给自己下了一个定义，入佛门六根不净，进商界狼性不足。术业有专攻，他可以是吧？那肯定，人现在做的已经踢球也好，那已经没问题。做生意也好，说相声不行，说相声你不能都站着，我还不能踢球呢，是吧？沈阳有一酒店，你接吗？那我不站着，那我不站着。我给你介绍朋友，真的，他卖电器一门灵，你知道吗？灭住含蓄，生意兴隆，从此活，财源茂盛，达三江，万事如意。这个现在有没有人找您要成立一个高峰足球学校啊？还没有，还没有是吧？对，还没有。适合当教练吗？我还是比较适合当教练的。是吗？对。但是以前为什么我说我不去当那个教练？因为我觉得，太复杂。后来我现在为什么我说现在去当？我现在可以，比如说要当，也要是从当带小孩了，你知道。你小孩的首先第一点，你要把他的基本功给带会。现在一看那些孩子踢球没有基本功啊，那像郭亮老师，像您得说相声，从小也要把这基本功给打好了。哎，对，你要打。对，那我们现在是到了一队了，你说你现在来那个颠颠球吧，那这是最基本的。对，你颠颠球都颠不了多少。你看，那说这说的对，万物是义理的，对啊，不管是体育还是艺术，没有基本功什么都干不好，对，这是实话。对，刚才他们喊了，让您来一个，他们想看看高峰老师的基本功是吧？我的基本，这鞋不行。对呀，我穿他那鞋行，我看哈。对，他那鞋来吧，咱们试一下，哎，试一下，我试试，哎呦，来试一下，我试试啊，你到这边来吧，这边宽敞，哎呦，这行吗？这个，来。这边宽敞，来，韩兄也来。我擅长是铲人，我我离你远点吧。哎，你先试试，你先试，你那鞋行，鞋合适啊，但这个轻。你看，真行，真行，真行。你看，我就不行了，脑袋有这我这鞋不行，鞋不合适啊。没关系，我先试一下啊，试一下。你看，给郭老师，哈哈哈哈哈哈！
您是相声界里踢球最好的。谢谢吧，谢谢吧。我多少年不踢了，你算算。嗯，自打那回世界杯我就没踢。踢足球不一定就非得用脚，你知道吗？还有一头球，像您这脑子，那脑子最好。来，适合这个，你知道吗？来来来，给我顶一个啊！但是你不要太使劲了啊！好，来来来来。哎，我用哪儿我都站不住了。我看来我学的稍微晚点了。刚才咱们说半天得从小孩练起，找一孩子了，您教一教他好不好？好，好吗？好，来，我们来小朋友，来，后边的，来，快来，快来，来孩子，有，你叫什么呀？大名叫郭子豪，小名叫琪琪。姓郭呀？啊，姓郭呀？姓郭。没不认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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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不认识，不认识，不认识，真不认识。喜欢踢球吗？喜欢。真的呀？你今年多大了？十岁。那你是七一年的。你认识他吗？他是谁呀？高峰。啊，这是高峰啊。高峰叔叔。高峰叔叔啊。来吧，我们学踢球好吗？让高峰叔叔教啊，来。你小时候踢过吗？小时候。还小时候，现在不大呀。小时候没踢过这种的，只踢过打气那种的。打气的那种，这种也是打气的。那你踢一个，我们先看看看你会什么好吗？好，来，你先踢一个，来，你踢给我好吗？你站在那边踢给我好吗？踢给你。你踢给我。踢球。哦，这踢球不是这么的，踢球不是用脚尖儿，那不是用脚尖儿，是用脚脑。啊？脚脑。他们得用脚的哪儿？啊，用脚的哪儿？那侧面，那你踢不动啊？你看啊，你来啊。踢球呢，首先要把立足脚站住，这叫立足脚，站在这儿，站好，来，站好。然后呢，脚踢球呢要用脚弓踢球，把你脚掰开好吗？你看像叔叔这样，这样。哎，对，要自然弯曲，然后这腿要摆动，要靠胯摆动去踢这个，好吗？来，你踢，来试一下。哎，真棒，哎，很好，很好，很好。乐，你看吗？来，再来一下啊。啊，这样子啊。对，对，哎，对，这样子啊，真好。我们接下来学犯规好吗？还乐了。你犯规。犯规。来踢，哎，对，这我徒弟，这是，一看就外行，真好，好，谢谢，好，谢谢啊，谢谢，好好踢球啊，真乖，行了，这球长大了要好好的学习啊，然后就是踢球去，你踢球之后，北京人，珍惜一下，不知道过日子没有啊，谢谢谢谢小朋友，谢谢啊。谢谢，来到那边去踢，好，看球在那儿了啊，走，哥，真好。刚才我看他们哥俩一踢，我特别的羡慕啊，我估计我以后干不了这行了、啊，但是我能跟他们交朋友也挺好。下回你们踢时，我一定要现场看看去，完事我请你们看看现场的相声。哎，咱们来交换一下，这怎么样？这我觉得这是行了，这靠谱啊！我觉得刚才他就这几下我能瞧出来，确实是有机功的啊。我们有一段视频能表现出高峰宝刀不老，在众多明星的这个窘态下衬托的高峰特别了不起，有小游戏他们玩的都不灵，而且是特别有相声的效果。我们先看看这些位明星是怎么表现的。逻辑三呢，肯定掉。这谁啊？商议，商议。头撞着了，说人话，人家说讲了，只有你几个，十个，我就上那事儿，你让我，行，邓总，没有，邓老军啊，哎呦，没了这人啊，变啊，杨浦，哎呀呀呀呀呀。练过啊，多客气，你看，把人种上了啊。嗯，莫慧兰，加油！白给的属于。哎呀呀！二三四，上学。
上雪啊。嚯！你。这给弹回来了。怎么上来个球啊？啊，好多明星玩这玩的不怎么样啊。这个高峰老师也参加这个了，我们得看看他的成绩怎么样。来看一看。你有信心吗？我太有信心了，我就怕我到第六个的时候我过去迈过去了，迈过第七个。好，加油，高峰。太棒了，这个高峰，如果你要跑回来，算你十分。好，好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高峰，我给他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哇，哦，太厉害了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这个，这当天你是唯一过去的一位吧？那也得，剩下都种那儿了，都种了。不想的。没想到这身体素质太棒了，这是天生，是不是？对，蹭一下就过去了。我峰哥，可能峰哥当时在我们队里，其实他的速度，他的耐力其实都是相当突出的。有些队员可能他就是速度快，有些队员他可能就是耐力好。你像我，可能就是耐力好，但是速度慢。高峰是基本上，这太难得了，这个。所以他没踢世界杯，我真觉得特别遗憾。都替峰哥又一个替我遗憾的，我们也替你遗憾，实话实说。对我来还是遗憾，多少有一点。对对对，你不像说你没这个实力，如果有这个实力的时候你要不参加，确实是遗憾。那甭往心里去，对，我也没参加世界杯。对对对，哎，不，赶紧，咱们只要看过就行了。你等着我成立一个足球队吧，啊，德云足球队啊，行，我请你来踢来。你是请我当教练吗？当艺术顾问上我们这儿。高峰是体育这里边的头钩的名角啊，但是除了武之外，我知道这人还挺文，爱看书啊。我们这个板块也叫今夜读兴书啊。今天带了一本书了呀，这是最近在看的。那对对对，最近在看的，因为。这是一个亮剑，亮剑啊，亮剑，就是我们大家可能都看过电视剧，现在那时候演的很风靡的人，但是我觉得后面电视剧呢，它拍的呢只是说这一部分，但我觉得还是这书好看。我现在等于就是说在看后面那一段，我觉得这本书写的呢比戏拍的要是吗要好。亮剑啊，对对对，讲的是一精神，就是戏拍的就不错了，看看原著可能更有意思。对对，是不是？平时爱看书啊？还可以吧。看书能给人带来很多的东西，是这个这方面，我觉得我做的就算不错啊。我净看书了，我。嗯，那个有机会我们可以聊一聊这个啊，聊腻了咱们就一块儿喝酒啊。对对，读书喝酒都是交朋友的，希望咱们仨成为好朋友啊。好。每一位来的嘉宾都要接受一个普鲁斯特的问卷。这是100多年前的欧洲啊，有一大帮财主，闲着没事大伙儿出题。我问你，你问我，看看你对人生、对社会的一些个态度。啊，今天咱们也得问一问，来，珊珊。好，这里边已经问过高峰老师一次了，我们看到这儿有他的签字，啊，在这儿了。待会儿我们选择这么几个问题吧。也别都问了，挺多的，摘几个好玩的，让韩兄看看他有没有说实话，好吧？不是我这对，哼，你最希望拥有哪种才华？我应该写的是做饭。对，对对，那就说明你不会做饭。对，我做的不好啊，我做的不好。你见过那个朋友？有人我可爱做饭了，弄的什么呀？还家常便饭，我在家焖饼来着，做的好吃吗？一般吧。你能吃多少？我吃不了多少，吃两口就不爱吃了。啊，那你太太吃，太太没吃，到喂狗了。狗吃了吗？狗吐了。还在世的人中，你最钦佩的是谁？是我父亲。啊，他写的是他的父亲。对，后边有个原因，是因为做饭好吃。我们能说点高尚的话题吗？离不开吃我。你最后悔的事情是什么？
就是最后悔应该就是说退役了。嗯，是你写的是当初不该做生意。啊，对啊，那也现在已经过去了，过去了，已经无所谓。当初应该直接去学卖电器就成功了。对，我要不踢球卖电器，现在我估计那什么国美就是我的了。如果能选择的话，你希望让什么重现？足球，重返绿茵场。对。真的是，能从他这话里听出一些个无奈。对，啊，这可能几句话也说不太清楚，好多事情也不必说得太明白，对，藏在心里边。但我们永远会记住绿茵场上那个了不起的人，叫高峰。谢谢。来的嘉宾都得讲一个笑话，你也不例外。你看看，小短儿了，我的笑话，有没有好笑话？好笑话，来，我们到这边来。我真想不起来。来，现场的朋友们特别的期待，你要讲一个好笑话呢，他们会特别高兴。当然了，如果说笑话不可笑呢，天上会下雪，告诉你这笑话有多冷。是这样吧？这个。有一个孩子啊，有一个小孩呢，就是经常和他父亲的关系很好，但他很小，他就问他那个父亲说那个这菊花台你觉得怎么样？你知道？然后他爸说的，不知道，没喝过。嗯，完了，下雪了，下雪了，你看。这个也难为高峰。对。好多演员来讲笑话大伙都不笑，何况人踢球的呢。不管怎么说啊，我觉得这笑话挺好。那个我们给你准备了一份小礼物，咱们看一个小节目好不好？好，来看一看。今夜有戏，真的有戏。本环节将由德云社众笑星奉上他们最新最乐最爆笑的相声小段。今夜有戏，精彩不容复制，给你最想看的。感谢各位的光临，给您换一场节目，这场节目叫绕口令。你啦，德是走么的呀？我这个这嗓门这么大呢？走么的呀？我们这说相声的。干什么的呀？说相声啊。说相声的。非得拐个弯啊。哎，你不要介意啊。啊，怎么了？我不是你们这个地方的人。我这个普通话呀说的不太清楚。我这都勾了芡了，我这啊。你来这是说相声的。说相声的。那你能说点什么好的呢？我们这个得练，一般人说不上来。没那个呀。我还告诉你，怎么你说得上来我就能说得上来。你看这位不枪火吗？这不是枪火啊，不是枪火。你说得上来我就能说得上来。我说一个你就能说。你俩我说一个。真是这么嘛呀。盯着啊。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，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。完了完了。我的那个天啊，我告诉你啊。在我们那两岁的小孩都会说呀。你看我跟你说一回。你说我听听。我跟你说一回啊。听着啊，来说啊。说吃鼻涕。哎，啪呀，人家懂吗？你您脏不脏啊？啊，吃葡萄。你哎呀，听啊。说吃葡萄是对吗？哎，这没错。哎，说吃葡萄，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，不吃葡萄来包花生仁儿。哎，说来了吧？不是，说来了不对了，不对了，怎么还来包花生仁儿啊？香啊，香不香？香，我就爱吃花生。没有关系，不吐葡萄皮儿。啊，你这听着，你 看我听着，这俩啊，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，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，说啥来了？哎。他让我说呀。说上来了吗？